春节期间，四川理工白酒学院的留学生们也来到这里逛展览，领略宜宾魅力。听过大观楼、大观关城、宜宾历史文化名城展正在展览，来自孟加拉国的留学生马腾飞约上两个朋友来这里看看。为了让他们了解宜宾历史，市博物院还专门为他们配备了一位讲解员。进入展览现场，从秦汉建成到唐宋千城，宜宾各个时代的文物古迹和历史故事都深深地吸引着三位留学生。他们边看边问，饶有兴致地观看着这些历史文物。在一块唐代的界碑面前，他们还线上学习起了中文。从上往下，从右往左的读，那么这块铭文上面是为天佑三年太岁壬辰，这个是我们的一种纪年方式，纪年法，古时的一种纪年法。丰富的展品，新颖的展出方式，宜宾厚重的文化历史给三个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参观结束后，他们还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。这几天正是我们的新春佳节，虽然你们在异国他乡，但是我们欢迎您又在外的，欢迎我们，好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。给点 update 吗？来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这个地方是很漂亮。我看了很多很多东西，我看很多很多中国的东西，我很高兴。这个地方很漂亮，我觉得这个老东西非常好。对我来说，这个是一个宜宾的很有名的地方。宜宾有很多有名的地方，我去过很多地方，对我来说，宜宾真的不错的。新春佳节之际，留学生们也给大家送上了新年的祝福。新年快乐，过年大吉！过年大吉，新年快乐！